媒体报道，有人间水蜜桃之称的女星雪莉10月14日经传在家轻生。其实她生前就罹患严重抑郁症，曾想一睡不起，是前男友崔子的安慰和陪伴下才挺过来的。虽然身边的亲友和粉丝一直有给她鼓励，不过最后她仍选择结束短短25年人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